这里是歪，大家中秋节假期快乐。提到中秋，很难不联想到兔子这种小动物吧？但在今天我们要试玩的这款游戏中，小兔子可不再是大家印象中的这样了，它们背负着更重要的使命。好啦，让我们开始吧！欢迎来到暗影火炬城。可以行动了。这里是旧城区，火炬塔。火炬塔在东北方向。Go go go！ 去拯救老兄。这个兔子跳起来，攻击轻攻击，重攻击。一般是先用轻攻击吧。是什么？宝箱哦，机械兵。增压这两个兵看起来憨憨的。喂，看一下这个升级，这机器这是个增压机，是可以让我是进入这个机器之后就可以让我升级了，可以在墙面跳跃，登墙跳。酷欸。跳不上去啊，我再熟练一下。喂，不要啊，怎么办啊，我这个操作到后面可好像是来过这个地方啊，上面有人，我的妈，有一个飞机打不到。这个飞机也太难打了。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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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ents later。还能往上爬不？喂，喂，厉害，终于会了。可以吧，捡回一条老命。军械的生意做不得了，快快快，哪里能找到？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可是了不得的东西。你怎么？组织之，没错。有了那个厉害的铁狗手，应该就能附到铁墙上。你去找五师傅打听打听，五师傅准知道。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。谢了。OK， 谢了谢了。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的大力神。你的大力神。有卖吗？你也来一瓶，伯伯，你就不收钱哦。好耶！条去路。
骗到这里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狗！我不是吧？哇！对呀！啊，不行不行！演练一下，再去打他。好像只有这边这条路可以走哎。哇！我打不到他。哦，可以，可以的。人呢？来！你以为你有个盾了不起？你知道在后面，坐头乌龟。哎呦，你这个盾还挺敏捷的呢，哈。你能不能别打了？是男人就出来单挑，别躲在那个龟壳后面。哎呀，你还踹我！我追！哇，他真的是我太迟钝了。旋风拳，旋不出来。铁王八也太难，哎呦！处决，嘿嘿！哇！吓我一跳！突然搞这么大爆炸！吴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吴师傅，找到你了！原来是小雷，我是为变形钻来的。原来如此。知道他的下落。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。难怪了。当年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，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。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如今身手，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先去热热身。啊！我先教你个艺。还要教我训练呢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。磁盘。适才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好多东西呢。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下城区。区域首领。他身上就有磁盘。吴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。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我不能先去救，唯有先除去饥饿，证明你的实力，我才可放心告诉你钻头。这人怎么这样？我这就去找饥饿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，城区里。OK。我现在几级啦？二段跳，使自己用蓄力拳把火箭拳打了回去。见到撞狗军官时究竟应该怎么做？好呀！
这是毛球荒谬的地方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击败。别挡道！我的妈呀！停！不是不是。我想想啊。不是，我能不能打得动他？他一拳就给我打趴了。我想想啊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下城区，这是毛球荒谬的地方。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。老兄，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哇、哦！打回去了，居然！我一个。如果能早日出一个 easy 模式的话，我真是谢谢你全家了。爱豆，这里是办爱。